这大堂里摆的这个古董啊，也不能是新玩意儿，好歹我家里啊还存了点老东西。就连餐具，是吧？我也不能凑合，是吧？盛鱼的、盛汤的，盘子、碟子、罐子、碗，那都得到景德镇去定制。还有那菜谱，我都不用本儿，每道菜都写在扇面上。我说周老魏，要说咱们俩是一块儿的呢，你要是讲究起来，比我还讲究。哎，我说老董啊，你那赵体小楷呀写的地道啊，我这菜谱可就全归您抄。哎，没问题。爸，董伯伯，那就这么着。哎，那个老董，哎，你先喝着茶。哎，杨师傅，凤儿，咱们进后厨。得嘞，行，你们先忙着。哎。小几个，还加点别的吗？够了，哥，我这都吃顶了，我这。斌子，咱这事儿今儿就算了了啊，啥都不说了，全在酒里了啊。得嘞，东爷，你还别说，这五吃这味儿啊，还真不一样。我细也贵好几倍。斌子，今儿让你出血了啊。那话。我欠哥几个钱，哥几个忍我这么长时间，还不收我利息，请你们吃顿饭不应该的。来来来来，吃烧饼。来一个，来一个，来一个。打今儿起啊，你们就要跟我学宫廷菜，都上点心。说了，我早就等着这一天了。您都收我为徒，我祖上都冒青烟了。不行，我今儿必须给您行一大礼。老爷子，您坐。成，师傅，师爷，爸，从今儿起，我也算是您正式的徒弟了，师傅。什么？爸，您真要收凤和杨师傅做徒弟啊？没错。你就要把你这一身手艺传给儿媳妇，这就要把你们老庄家的祖训给忘了。那是因为我想明白了。想明白了？想明白什么了？这事儿我能想明白，还真是文军那小子闹的。文军闹的。就跟你们说实话。那天文军啊，居然炒了一盘菜，可他考试考的可是稀松二五眼。他非要说呀，将来啊一定得当厨子。当时我听着直闹心。你是得闹心，您闹心的是啊，一方面这孩子没大出息，是吧？心里不舒服。可您这孙子呀，看中您这行，敬重您这行，您又觉得特欣慰，是不是？我还真是这么想的。可这孩子才十岁，等他长大了，没准我就弯过去了，带着一身的手艺就进了棺材，是吧？想传孙子也传不成了，那可是遗憾大了去喽。感情你这么做是为了你孙子？哎呀，趁着我还有把子力气，我把手艺啊传给儿媳妇，将来啊让儿媳妇替我传给孙子，是吧？我孙子就是再不济，有了这身本事，再加上继承了爷爷传给的那个庄家菜馆，这一辈子
啊，总比那个没头苍蝇的爹过得踏实吧。人这辈子呀，只要凭着自己的真本事，凭着自己的劳动，啊，能挣一个养家糊口的踏实钱，那是一辈子福分。展青，你是这么想的？没错。天慷慨激昂的，这才多大会儿功夫，怎么就后悔了？我这不是说的是后悔，那天爸兴致那么高，再说了，这是咱们全家的事儿，我必须要支持。可回去一想吧，你有点后怕。你说我拿死工资的这10万块钱，对我来讲不是个小数。你说今后我能留给小小什么呀？也就能留点钱给他。那前段时间，眼看着就要血本无归了，嘿呦，我就……哎，那谁能想到你三哥运气那么好啊，把这大窟窿给堵上了。嗯，你说我要不趁着现在把钱收回来，哎，万一老爷子那私房菜再作赔了。我那这真的血本无归，亏大了。你干嘛老往坏了想啊？你就不会往好了想？哎，你是知道的，咱爸这买卖是董先生给出的主意。董先生什么人你是知道的，用咱爸那话说，要不是他拦着，董先生都想入一股。我觉得咱爸这买卖不至于赔。杨大姐，你就跟我说，你凭什么这么说？啊，在整个世界，这经济还危着机呢，这什么时候见火？谁知道啊？是不是？是，现在世界经济危机，中国的增长速度它也放缓了，可唯独这餐饮行业，它没受多大影响。你听说一个词儿吗？嗯，口红经济，说的就是这里边的人类行为规律。时间关系，我就不跟你多说了。这么说吧，咱中国人讲究的是民以食为天。咱爸那菜呢，又属于高精尖，又说的有讲究，有卖点。信我的，没错，赔不了啊！你要有信心。行，那我就信你的。嘿，啊。你说这大头真够仗义的啊！一听说老爷子要装修饭馆，人连磕巴都没打，直接就给接了。大头是我妈的学生，老爷子看着长大的。他不说了吗？嗯，给老爷子服务那是他的荣幸，责无旁贷。是，哎，你说就咱胡同长大的孩子，那真够仁义的，一个个还挺孝顺。哎，今儿几号啊？9号了吧？跟我出去呀？不是，这大晚不色了，嘛去啊？买咱房子几个小子不是说让咱一个月以后去看看吗？啊，我倒要看看那几个开跑车的买咱的房子到底干什么用。哎呦，这都几点了，人不睡觉啊？那帮孩子都是夜猫子，现在才是他的白天。走吧，哎，走呗。哎，我说哥，这帮孩子这事儿干得也够绝的啊！花了200多万把咱那破房买过去，改一鬼屋吓唬人玩儿。你说这不吃饱撑的，有钱没地儿花了吗？哎，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啊，不服不行。不是，哥，你这怎么突然冒出这么一句来呀？以前我觉得我这脑子挺好使的，跟这几个小子一比。我这脑袋就是一榆木疙瘩呀！
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这话，人家这才叫奇思妙想，没听他们说吗？啊，一天租金一千，一月3万，啊，都预租出去半年了，一年36万，200多万的房子没几年就回来了，还落一套房，一破屋子这么大利润，这不是智慧吗？你这么一说呀，还真是这么回事。哎，我说哥，你当初怎么想出这主意来呀？别提当初，当初脑子让门眼了，让驴踢了，进水来不行。提什么当初啊？提起来我就生气。你也甭生气了，啊，人都说人比人气死人，没辙，谁让咱没这智慧呢？是不是？学习，一定要学习。啊，再不迎头赶上，咱就被时代淘汰了。不是，怎么赶啊？这个，明天你去趟新华书店，给我买点书来。买书？买什么书啊？全方位，天文地理、国际形势，只要能开发智力、增长知识，全给我买回来。不是哥，我说你这买书的范围也太大了。再说，我买完你真看呀？我当然看了。你看什么呀？你看，你帮儿子写个作业还犯愁呢，你还看书呢？管得着吗？我不看，我搁家摆着，我心也能熏出点文化来啊。哥，你要说家里摆书能熏出文化来，那得我打今儿晚上开始，我搬图书馆住去，熏出来。我说什么你都信啊？逗你玩呢。我知道。我看啊，我还是把这饭馆踏踏实实弄好了。不是所有人都觉得我庄志斌不行吗？我就让所有人都看看，我能不能干成大事儿。眼看着就要进腊月了，该过年了。这两天我拉个单子，你跟三儿凤赶紧给我准备出来。哎妈，今年咱们就别这么麻烦了吧。这个现在啊，都兴在外头饭馆吃年夜饭，要不然今天咱们就在自个儿家饭馆吃了得了。那哪成啊？这一年里头啊，最重要的日子就是过年。哎呀，咱家在这一年里啊，就没消停，趁着过年呢，全家人热热闹闹的，冲冲晦气。嗯嗯，是该好好聚一聚了。大家伙在一起热闹热闹，可惜老二打电话来说，他们今年还是回不来。你说老二在英国工作有这么忙吗？每年都不回来，干脆以后啊，就甭回来了。哎呀，爸，这人外国又不过中国年，不放假，而且你说，老二两口子都得上班，而且在国外，你像竞争那么激烈，你让两口子请那么长时间假，兴师动众的就为了回来过个年，算了吧，别难为他们啊。是，他们在外面挺不容易的，哎，回不回来的也无所谓，只要他们好就成。嗯，不成也得成。嗯，妈，妈，那你们就拉单子啊，我们去买。嗯，订这个年夜饭的人多吗？还行，一直到破五啊，都有80%座。这就不容易了。哎，对了，大哥说了啊，老爷子又要拉这个过年的单子了，你又有的忙了啊。正好趁着过年的时候啊，我再跟老爷子多学一点，这一个月我能学不少菜呢。你跟大哥说，这个年货的事儿我来买，让他别忙。你忙得过来吗？又得在家给老爷子打下手，还得盯着餐厅的年夜饭，干嘛把自己弄这么累啊？你要累病了，我多心疼啊！我忙得过来。这饭店的年夜饭呢是有标准菜单的，后厨有杨师傅他们，这前面呢有小郑小丽，我只要交给他们，我就不管了。那行，哎，你也学会当甩手掌柜的了，啊？反正过了年之后呢，餐厅是要重新装修的，我这订不订都一样呀。说的也是。
妈，东西都准备好了？都准备完了。妈，你看啊，这米呢是有糯米、大米、小米、玉米森、白高粱米、红高粱米、大麦米、黄米、薏仁，还有鸡头米。这个豆子呢是有芸豆、绿豆、红小豆，还有白扁豆。这个果仁呢是有干百合、干莲子、干桂圆、松子、榛子、杏仁、核桃仁、栗子跟红枣。差不多了啊，你记住了啊，哎，这些东西有的爱熟，有的不爱熟，可不能一块堆加，要不然有的就烂了，得分开了，一道道加。行，我知道了，您放心吧，妈。把那红枣先煮熟了，剥皮去核，再放到粥里头。好，哎妈，我想问您呀，这个腊八粥，腊八粥应该是腊月初八煮，咱们怎么初七就煮了？嗨，这腊七腊八，冻死寒烟儿。这一年里头啊，这两天最冷，粥是腊八喝，可当天煮不出来，就得把腊七也搭进去。这腊八粥才能煮好了。行，我知道了，妈，您赶紧回屋歇着吧。这腊八粥啊，就交给我了。嗯。哦，对，哎，你别光在咱们家哦。嗯。你那饭馆也煮上，你跟大家说，有那谁在想喝的又懒得做的，就到你那馆子吃去。妈，您这主意好，一会儿啊，我回馆子里让他们也煮上。嗯。您快回去吧，啊。喂，主任。哦，是吗？我的书您又帮我修改了一遍呀。谢谢谢谢，给您添麻烦了。成，那上班了，我到您办公室拿去。好嘞好嘞，再见。进。哎，小金，我没打扰你吧？哟，没有。怎么了？哎，我还真是有点事情啊。又让我帮你翻译啊？你怎么知道的？你说这个月我都帮你翻译两回了，你好意思吗？哎，你上次帮我翻译的广告文案，文笔太棒了，甲方特别特别欣赏，所以你就得寸进尺。哎呀，小金，跟你说了，咱们都是朋友了，对不对？朋友互相帮助不是应该的吗？你说话又不用跟你客气。我就这么一说，你还真听不懂客套话是吧？可是我看你翻译文件好像一点都不费力气啊。也耽误不了你多少时间。如果是再不行，那我就。拿来吧，那就太谢谢了啊！真拿你没辙。哎呦，这是什么呀？你呀，一次次帮我翻译文件，也不要保持我了。你对我这么够朋友，我必须透着一掏，抱着一礼。这个呢，是我合作过的一家公司。今年新款的时装，意大利设计师的设计，还是限量版的，还请你笑纳。行啊，戴维，你现在都学会送礼这套了。中国人不是讲礼尚往来吗？我虽然是一个外国人，那这些基本的礼数我还是懂的。付出应该有回报，只会占人便宜那种根本不算是朋友。我大卫可不是这样的人。好啦，你还真是一套一套的。这么说，我不收都不行了呗？嗯，那就不客气。行，哥哥，谢谢你啊。嗯。哎，对了，我看今天大妈和凤儿姐今天从早上就开始忙起来。明儿啊是腊八，他们在准备腊八粥呢。腊八粥，
那又是什么粥？别吃了你就知道了。好好好，行，那我就不打扰你了啊。成，翻译完了我给你啊。好好好，先走了。拜拜拜拜。学的马还挺准。太像了呀！大卫，以前喝过这腊八粥吗？啊，大妈，我来北京这么多年，这是第一次。哎，大妈，我想问问，你们老北京人为什么喝这腊八粥呢？啊，腊八啊，早上年间呢叫腊八节，也叫佛腊。佛腊。啊，说了规矩啊。腊八这天，就是佛祖释迦摩尼正果成道的良辰吉日。那为什么喝粥呢？是佛祖喜欢喝粥吗？老式年间呐，腊八这一天，北京的各大寺庙为了庆祝佛祖正果成道，都会施粥，所以才有了这腊八粥。嗯，是这么个意思啊。那您刚才奉这观礼上供的也是这腊八粥？对，上供神知，撤供人吃，这就是我们老北京人的规矩。嗯，我还真长见识。哎，要想学老北京的文化，还真就得住到这胡同里来，否则那就是雾里看花。哎，你这话说对了，老北京的文化深了去了。慢慢学吧你。打腊八起，这个年呢就开始过上了。天有好事，下界降吉祥。既糟又吃糖的，整个没咱什么事儿啊！男不拜月，女不祭灶，这是老规矩。哼，封建迷信，别胡说，这是风俗，是为了给大家留个念想。媳妇儿，嗯，摆完了，赶紧宣布吧。你说吧。我就怕这事儿，你来吧。你是经理，你说。那我就说两句啊。那个大家伙儿，先别忙了。大家伙儿，过来一下，杨师傅，后厨的哥几个，来了，来，到我这儿来，来。都到齐了吧？我宣布一件事儿啊。哎呀，别闹，快点来。那个，兄弟姐妹们，咱们这个接手醉八仙也小一年了，这一年呀是忒不容易了，我先给大家伙儿道个辛苦。
大伙辛苦了。不辛苦。哎呀哎呀，三哥，赶紧说重点吧。对呀，有什么你直说。行行行，说重点，说重点，说重点的啊！这不眼瞅着就过年了吗？这个年呀，对咱们嘴巴仙是很重要的，是吧？啊，所以我希望兄弟姐妹们那个加把劲儿，啊，再辛苦一下。咱们营业到正月十五，从正月十六号以后开始给大家伙放假一个月。一个月啊！嘴巴仙要重新装修啊！等大家伙再来的时候，迎接你们的将是一个板新的嘴巴仙。行啊！这一年呢，大家都辛苦了。我们家老爷子说了，这一个月的工资照付。一个呢是感谢大家这一年辛苦了，第二个呢也给大家拜个年，图个吉利。谢谢哥哥，谢谢凤姐，谢谢老大爷。爸妈，明儿祭灶王爷的东西都准备好了。好啊。今儿是腊月二十三，我带着醉八仙的员工啊，把灶王爷送上天了。哎，爸，那我记得咱们往年都是腊月二十四号祭灶啊，这是为什么？官三，民四，传家五，咱们家都是按照老令过的。行啊你，那你也知道？那当然。凤儿，哎，拿着。哟，过年的单子下来了。嚯，爸，今年这单子比往年都全乎啊！今年是大年，咱们全家踏踏实实好好过个年。哟，这芝麻节儿带塔儿的松枝儿，这可不好找啊！没地儿找也得给我找去，我还指那塔儿沾元宝呢。那松枝味儿多香啊，满屋的松枝味儿，还有那芝麻节儿。踩在地上咯吱咯吱的，那叫踩碎，多吉利。得嘞，妈您放心吧啊，我甭管费多大劲，我肯定让您啊用鼻子闻着松枝味儿，用脚踩着芝麻节儿。老大老三，哎，从明儿个起咱们就得出城了，大扫除，剪窗花，贴对联，粘福字，全家都得忙活起来了。得嘞，凤儿跟着我。把正月里荤素的吃食都得备好了，等到了大年三十，咱这家呀就不能动刀了。嗯，好嘞，爸妈，您二位请好吧啊，保证您高高兴兴过个大年。
高点，挂高一点。哎，好嘞。我出去一下啊。哎，凤儿，啊，你着急忙慌的干嘛去啊？这都快大年三十了，爸妈要的东西到今天还没备齐呢。今天要是再备不齐啊，爸肯定得生气。还没备齐啊？差什么呀？嗯，芝麻节儿还有松枝。可是我转了整个北京，我都找不到哪儿有卖的。我早就告诉过你，那东西挺不好弄的。我知道，可是爸妈喜欢那个。再说了，你不是把话都放出去了吗？你说肯定买得到，买不到急死我。哎，别急别急，大不了我去西山的松树上，我给你撅去。你别胡说八道，到时候破坏园林，给你逮起来。我就说说，你以为我真去啊？那怎么办啊？我怎么知道啊？哎，三叔三婶，哟，你怎么这么晚还不睡啊？我等你们呢。等我们干什么呀？你看，是这个吧？哪儿弄的？网上呀。网上还能买这个？太神了。要我说吧，三叔你这人忒要的，这网上只要不犯法，什么都能给你买着。太好了，小小，太谢谢你了，你真是救了三叔跟三婶了。谢什么呀？啊，对，剩下那一大堆啊，在我屋里放着呢，到时候你们过来拿。我还有事儿，不跟你们玩了，先走了啊。谢谢啊，没事。嗯，太好了的呀。小小真是长大了，好能帮我忙了。我也得学学网上购物，太方便了。你就学购物就行了，你说。那些干果都准备好了吗？放心吧，都预备好了，就等着后天守岁了。凤儿，嗯，我那老亲家哪天过来呀？我爸说了，初三啊就来给您和爸拜年。你瞧瞧，哎呀，这些年年年劳他过来，按理说我跟你爸应该过去给我们老亲家拜个年。您二老岁数大了，我爸就一个人，而且现在坐高铁特方便，30分钟就到了。真的啊？哎呦，你看看国家现在发展多快呀，京津冀一体真是越来越方便了。哎，肥猪拱门，年年有余，四季发财，全家福。
辛苦了，辛苦，辛苦，辛苦。好好好，都坐都坐。哎，行，赶紧坐，想坐啊。哎，今天啊，最辛苦的是凤儿和志斌两口子，这菜备的全乎，不错，不错。哎，您这冷不丁一夸我，我还真有点受不了。哦，哎，把夸凤儿呢，没夸你，听错了。真讨厌。大卫，在北京没这么过过年吧？以前跟朋友过春节，就是开个 party 什么的，像这么正儿八经的过北京人的年，还是第一回。大卫啊，今天你好好尝尝你师傅我做的菜，就这些个菜，在任何一个馆子里都吃不到。师傅，你这哪儿是菜啊？简直是一桌艺术品啊，我都舍不得吃了。嘿，这戴维这马屁拍的，啪啪啪！三儿，跟你有一拼来。我哪比得了他呀？他现在是爸的御用，小话溜的贼舒坦，拍的方位之准确，无人能比，自叹不如。哎，大哥、三哥，我能听出来啊，你是在挤兑我，是不是？戴维，别理我这两个哥哥，他们俩呀是羡慕嫉妒恨。嗯，有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宰相肚子里能撑船。哎呦，再不给他们一般见识呢。你这话把我们哥俩都抓了呀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别斗嘴了。姑娘们过来，奶奶要发花了。都带一下。哎，好看！哎，奶奶辛苦了，可不嘛！祝奶奶长命百岁。哎呦，长命百岁，那成老妖精了。这又是什么说法？这是我们家的老规矩，待会儿你就知道了。来来来来来，咱们过年第一杯酒敬父母。来，爸妈，过年好。过年好，过年好，过年好。开吃。哎呀，春节晚会开始啦。这老北京年三十吃饺子，那馅儿都是有讲究的。爸，讲讲吃饺子的事儿呗。对呀，爸，特爱听您讲咱老北京这些吃食，特别长学问。嘿，既然你们爱听，我就给你们捣鼓两句。好嘞。啊，这芹菜馅儿，即芹菜之意，故为芹菜饺。啊，这韭菜馅儿，即意韭菜之意，故为韭菜饺。白菜馅儿，即百财之意，故为百财饺。肉菜馅儿，即有财之意，故为有财饺。鱼肉馅儿，即鱼财之意，故为鱼财饺。这牛肉馅儿，哎哎，爸爸爸，等您了啊，三缺一。爷爷，快点过来掷骰子来呀！嚯，这么急着就要给我送钱呢？指不定谁赢呢，赶紧的吧您。得，快来，爷爷。来来来，您玩手行吗？走你。大妈，你这供的都是什么呀？啊，这是金八件。金八件儿，
件知道什么吗？不知道吧？我告诉你啊，这个京八件啊，是这个福饼、鹿饼、寿饼、喜饼、太师饼、椒盐饼、枣花糕，还有沙琪玛，取的是福禄寿喜财文的意思。而且啊，那些水果看见了吗？都是拜神必不可少的。那这就又是什么呀？啊，这是密供。佛语有云：“救人一命，胜造七级浮屠。”是岔开的风，带着那么独有的书卷气，飘飘洒洒着流絮，把交错的胡同挥洒的没了俗气。是岔开的烟，有着那么热情的烟火气，轰轰火火的吆喝，把京城的金龟衔接上了地气。茶海的冬，总有那么欢喜的剧情，兴高采烈的北风，让什刹海的冰面充满了孩子气。初心，努力做好自己，才不会辜负你。